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他的喜悦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说说李咏。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，前不久呢，咏哥是潜入这个甘肃的地震灾区，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祝福。而在这个之后呢，还有马不停蹄的为当地的老师们送上了一份关爱。我们都知道，9月10号教师节就要到了，咏哥呢还为老师们送上了一份厚礼。先生100万元。衷心的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。我希望大家是不是也祝我教师节快乐？教师节快乐！谢谢。如今李咏刚刚转行做教师，就以身作则，关爱贫困山区的教师健康，为慈善事业贡献绵薄之力。不过说起做慈善，李家还有个积极分子，李咏11岁的女儿法图麦里，人小鬼大的她，甚至还教育起爸爸来。他说：“你看你捐100万，你不只有100万吧？他每年要给学校捐一台电脑，全省压岁钱。他说：你看我有1万，我就捐100，一点不留。我说：那你觉得我今天去？”看来未来李咏想在慈善上做一番事业，还得先由女儿把关。如今又做慈善，又做评委，又做主持，又做教师，李咏早已忙得不可开交。据悉他还加盟了冯小刚导演的新戏《私人定制》，难不成李咏又要跨界做演员了？那就是听说您这次在那个《私人定制》里面也演过客串一个教师的角色，是吗？这消息这么快吗？也就是好玩。那李咏老师，你以后有打算走演艺这个线路吗？你觉得我有这可能吗？非常。我如果早20年，我兴许还能给你个正确回答。现在不知道。